它一样是挺板双层的蜜针织，看得出来吧，很挺。我们用浅色来看，很挺，然后也是完全不会透光的针织，看得出来吧，完全不透光。扣子它是做这个雾面，然后像是仿金属的，但是它这个扣子是那个塑胶的，所以我觉得重量比较轻，然后也比较不会去勾到旁边的针织，然后全部都是可以蒸开的，全部都是真的可以开的扣子，都是。然后这一件我觉得领口也对于棉花糖非常的友善，它的领口做得够宽跟做得够深，所以整个领口跟这边袖笼这边都是完全不会卡。然后分量感呢，绝对是 S 号到 2L 可以穿。它的长毛很明显，它长毛的纤维，但是磅数来讲，我觉得背心跟针织跟裙子是一样的，但是面料的手感它的处理不太一样。有衬衫是这样子扣起来，这样子扣第一个好可爱，扣第一个就好，这样子也很可爱。对，